天天呐、啊，都在忧心操心啊，呀，很担心啊，担心的天下事啊，灾难偏多，大乾坤里，大自然法则，的确啦。现在很令人担心，真的是，除了说担心的，还能再说什么呢？看到气候的不调和啦，看到啦，大自然的威力很强，这个时候就是又要大提倡的时刻了。因为人呐、啊，总是呢，曾经有过这种爱心、尽心力、共同努力、三力合一，那就是协力起来，把爱的能量拱起来啦，拱起来的爱的能量，对于天下人间呐、啊，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哦。所以啊，还是呼吁我们大家要在平安的地方。要真正的虔诚感恩，这种茹素呢，对于大地的健康啊，不是做不到啊，只是呢，我们有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呢，总是就是无法最后吧。无法制服自己，来控制不了自己，这一念就控制不了，如何发心成菩萨呢？要行菩萨道啊，就是要有一个完整的爱，爱护生命，爱护物命，才能真正的为人间、啊、有爱的呵护的人世间，总是呢，我们要讲究出了那一份的诚恳。这个时代，而且呢，灾难偏多了，我们呢都是活在这样的很有福报的，很有福。平安呐、啊，但是我们要时常积安思维，我们要戒慎虔诚，要戒慎，我们呢要真正的时时刻刻要虔诚，无有虔诚啦，干那盖心呢，惊啦惊啦，惊无路用。我们要戒慎，要改啦，不要犯错。咱爱防恶吼，那咱爱积恶防非啦，这叫做改。止恶预防错误，叫做止恶防非吼。那唔通去做着歹嘅代志。啊，有在进行中呢，赶快停止。现在会无肉不欢，赶快呢改一下，改一下，用爱心吃肉杀伤，赶快停止起来，这个在饥饿，那就赶快停止，你不吃。他就不杀不伤，
你吃了，他为了利益，所以他会去杀，会去伤害。只要我们这一张嘴巴不要吞食，每一个人啊，负起这样的责任，不要去吃，那就可以了。一天就2亿1000多的，因为你不吃，他这2亿1000多的牲口就不需要被牺牲了，而且呢，就可以呢，不免给启用。那饲养的，的确不择手段的饲养，看因生活环境是安呢，那么的拥挤哦。你看现在，咱伫咧讲哦，人都爱保持距离，要不然呐、啊，病毒一直传染。看看他们是重叠的哦，这样的生活，那样的环境，给他们的生活，本来动物有动物的世界，他们可以开阔的，家己亲像咱人同款，这生死自然。那人为着要吃伊，他呢就给他一个笼起来。这种的枯缩因的生活的空间呐、啊，让它密集起来。因为一世人差不多4-5个月，他们的一生呐、啊，那活得足辛苦的，这些动物像因缘果报啊，因为人类因人爱吃，所以呢。沿着他们要养这样的空间呐、啊，多你将污染呐、啊，供一片大地呢的污染，那后面的果报灾祸啦、灾难呐、啊，就是归属于人类。这种大自然的循环呐、啊，就是这样的牵引着。我们断了爱吃的因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缘，我们就没有那样的果报。总是呢，人要觉醒的时候啦，天灾临头啦，人类呢要觉悟啦，觉悟要抬头的时刻哈，啊，这种事呢。天天都在说，人人都在忘记，各位菩萨还是呢用智慧转世成智。师父一直在说转世成智，你去分别这些口味，所以你谈这些口味，这个是智性。那我们把它转过来成为智慧，都明白一些道理。我们吃的源头是什么？从开始呢，用智慧去分析，细腻分析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值得这样的去吞食，来伤害大地，污染空气，而且呢，吃出了一身的身体不健康。而且增长了我们的因缘果报的恶业吗？所以说来，这一切杀业啦，罪就已吃的，你不吃，就天下太平哦，平安无事啦，人人呢能做到这么简单呐、啊？其实。就是呢，平安哈，不要去惯它，所以叫做防非积恶啦。不对的事情我们预防，那在进行中的赶快停止，及时反省，才能真正的让社会祥和哈，天下
无灾啦。菩萨们从我们自己做起，还要呢口口相传哦，感恩菩萨们爱的能量，这来共同一心啊，拯救地球。环保菩萨都这么说，期待人人作为自己呢内身心的环保菩萨。